市新型空中缆车充电系统，借助空中缆车将原始智能景观完整呈现于游客面前，录音美景编程增加交通的轨迹，为了不同智能的旧都房间新班所以取名了雲仙樂園。可以站起来走动看风景，非常的安全，不会摇晃哦。对，我们是站起来看风景，视野会更好哦。对，起身的时候椅子稍微扶一下哈，谢谢。可以站起来没关系哦，非常的安全。各位嘉宾大家好，各位嘉宾所购买的缆车票都有包含入园、游园、参观的门票以及缆车的来回，回程的时候不需要购买任何的票券，也不用出示票券，直接回到月台这边搭乘缆车回程即可。园区的生态步道大约能行走1-1.5小时，再次提醒各位嘉宾，我们搭乘空中缆车一定要佩戴口罩，进园区的时候呢，口罩的话不要要保管好，不要遗失了。回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搭缆车戴口罩才可以进车厢了，谢谢。好，各位你要往这边下车，那我们等一下进园区在左前方阶梯往上可以进园区参观哦。那我们最后一班车在下午的4:30到4:50会发车呢，4:30到4:50要注意一下时间，回程搭缆车，谢谢。这边请好，左前方今天晚上就可以了，回程不用票哦，回程都不用票了，谢谢，谢谢哦。
好了，我是跟他们走。
因为这边后来这变成环境教育场所，还有这边属于前阵才做的一间拍摄。